好啦，那你甲相片传阮太太，等阮来通知就好啊。另外，你阁会记哩，你今仔日无来电话饭店，若是有任何人知影咱之间的交易，咱拄则讲的话拢当作无发生过。 收到啊，你会当走啊，爱会记啊，做好门，别让人看到。我正拄伫咧烦恼要安怎对付高少爷，想袂到就有人提醒过来。俊生，你哪要高少爷赶快叫你大方啊，才有这种代志哦。 开三万，我拢想坐啊！遐个相片啊，阁有真侪所在会当用的，三十万会好啦。我即个一定爱趁即个丑闻，甲富贵饭店，还阁有高少伟，伊的名声要互查，互高少伟为董事长的位置载落来。我就是要让高万里后悔，当初伊要选我，选择即个了不起的下场。马德龙小姐。 你煞偷摕到饭店的备用钥匙，偷走入来我的房间，伊趁这个机会，翕到一挂会让大家误会的相片。隔天透早，我试过，伊就威胁我，要甲我讨钱，害我交三百万，把遐相片买回来。是甲你威胁，不是让你某开除我吗？ 不是，你无摕到钱，目的无达成，是家己离开饭店的。阮绝对无条件家开除，这点，请各位记者朋友一定要替阮太太做一件。所以你的意思是马德龙设计仙人跳，是家己自导自演？无唔对，你讲袂错。 真正想袂到，你当当一个大公家董事长，竟然会假装唔到办公，佫想要甲白白布你甲哦欺骗社会，你真正有没有骨气？你是不是感情无好啊？那么为什么胡林某陪你做伙来参加记者会？是不是婚姻破碎，你为了发泄，所以对员工我袂来？歹势，这位记者朋友，你即马所问的问题。 毋是阮即个开记者会要说明的代志，啊，若是高董事长因阿母的感情，我想大家心内有其他想法。高董，你毋敢回答吗？对啊，毋是，我最近是甲胡玲的感情有较无好啦，啊，毋过我绝对无卡马德龙。安尼就请你提出证据来啊，提不出证据就表示马小姐讲的拢是真实的。 董事长，若是我带你先离开，啊！这声我的三十万透动了，行啦，行啦，行！你莫定讲话无听，你别让人欺骗我，侮辱我，侮辱我拢无要紧，但是阿公是阮某，伊是这世界上上好的人，我不准任何人去玩我的。 记者朋友，马德荣先生，你是今仔日做工的，来当先离开啊。咱等下哦，搁在媒体的面头前慢慢啊对。